他车后照镜装在哪里？他装在他的膝盖前面，他就照女生裙底，他这样一看就可以看到。太瞎了吧！太瞎了！转到哪里是八洞？别跑！别跑！等一下要去哪里？去去去！我人这么小，开西亚比，而且现在就是蛮驾轻就熟了，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当三宝，而且我重机只花了三天。你有重机耶？对，三天你就重机，三天就考到，而且我以前也没有考过，没有骑过那个打挡车。啊，真的？对，所以算是蛮厉害的，天分不容易。对，有天分，有天分。嗯。然后汽车就是我那时候刚拿到驾照的时候，然后我到现在我出过四次还五次车祸。哎呦，对。哇，开六次，开六次出车祸，太危险。没有，那就是真的是要用经验跟出车祸去累积的。然后我那时候有开在东区，然后要停车的时候，我在那边撸撸，而且我那时候开 Mini Cooper， 我要停车，撸撸撸撸不进，我撸了十分钟，也是旁边的问讲司机大哥说。妹妹啊，要不要帮你停？他们一排问讲司机在那边，你就不行了，来喝饮料看我笑话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最后才让他们帮我停车。对，你不会停车场。对了。我那时候不太会停，现在很厉害。现在什么机械式那种我都可以。我抱了很开心的心情。整妹嘛，整妹跟他一起骑摩托车，开心。我的重机从来没有载过妹，如果能跟他在一起，多开心呐！你们是骑车啊？骑车，骑重机。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福利哦，那边见了个面。他突然没有骑车来，说要用我的车子也没有关系。他说他有重机驾照，说他要载我。哇，我有点怀疑，因为他的两个脚疤很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个很危险。脚很细，很危险。他说没关系，老师，我考过重机的。对。那既然你要载我，就试看看吧。哎。后来我一坐上去之后，哎，摄影师说，才发现你的机没有那么重。不是，摄影师说，那个以轩，你把那个车扶正。我扶正啊，我车就扶正啊，我载就已经很正啊。他技术有问题，而且平衡感有问题。歪的。然后骑没两步就那个打挡器就起火，起火两三次了，很可怕哦。真的吗？哦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路痴学导航，来。回去了，太受伤了。最后靠这招让老师心软答应。我就给你一次机会哦。好好好好。那你载我去南港展览馆，好吗？从往东走就可以了，而且大概不到二十分钟。有，可以吗？你放心，我昨天都把所有的路都已经记下来。哎呦哎呦！来，国密演出 OK。国密演出，转到哪里是八洞？是八洞，他根本就不会。转到哪里？哎，这里有亮灯了，亮灯了，来啦，走啦！太瞎了，他这个是一阶停的感有问题啊，这个是刹车哦。这个不是离合器哦，哎，我知道，我只是站不上去。好，哎，我要走了，好。可以可以，行，哎，行，别跑，等一下要去哪里？哎，那个是咔残障的啊，好像是，哎，去，啊，怎么骑啊？啊，你不是不会骑，我会骑，对这个车不熟。对，你这个离合器很烂，怪离合器烂，啊，刹车也刹不住，刹车也很烂，我刚刚刹了，不对，对，方向盘也歪一边，对，这个这样子就不稳。那你委屈你了，我还是我载你去好了，好不好？你带路可以吧？
我带路。你怎么会带路啊？我会啊。对哈，谢谢你好不好？好。这样下去我看半条命都没了。然后要带转，要带转，这边要带转，带转哈。我骑车还要带转就对了，骑车就是要带转啊。不要骑到那里去了，怎么走？怎么走？要怎么走？右转，下不了再开回来，下不了再开回来。他不是开了几分钟了，那个方向是往五指山吧？下到上怎么走？已经骑了五十分钟了。有啊有啊，我跟你讲啦，看这个最准啦。看左转，带转区之后哈，然后我们再走右边。右边就对了。对对。哇，完全错。越开越远。往左边。左边。哎，展览馆不在右边吗？我都看到了。研究路直接出去左转就南港展览馆。国派也这样讲哎，要到了，要到了啦！要到，越开越偏僻。到了吗？这里是展览馆，确定吗？这是军人公墓啊，什么展览馆？展览馆，这个活动也差不多结束了，算了算了，哎，不去了。我看我载你回去算了，好不好？算我今天的时辰出门的时辰错误。老师那台车真的不可以坐哎，因为他那台我一上去的时候，他那个龙头是歪的，歪的之外呢，真的是歪的。然后一上去，我要用那个苦拉机，我明明就放得很顺，因为我三天就考到驾照，我很厉害，我就慢慢放，然后他车就是这样，很可怕。对，那个叫一样没有打进去了，他的手感不太好了。对，然后更可怕的是，我跟你讲，张老师对女孩子来，张老师是个变态，他是个变态，对啊，没有车神棍啊。我跟你讲，我坐在后面，然后想说，哎，为什么张老师的车没有后照镜？然后你知道他车后照镜装在哪里？他装在他的膝盖前面，他在照女生群体，他的膝盖就可以看到，太瞎了吧！太瞎了！这个下流了！他不只看我的，他还瞧，他去照隔壁那台车。你听他讲，他带路都能带到公墓去，他的话还能相信吗？这个能啊。